这个扫把所扛的、所常用的，这个扫把是全国用的扫把，这个扫把工艺扫把，这个桥下面挂的。我们最大的扫把，刚才那个最小的扫把。我是阿布杜维利艾利，洪水扫把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。我们合作社有很多从外面打工回来的。现在呢，把这些人接收到我们这个合作社了。以前呢，我们这个村里面的农民扎的扫把，这个他们自己买的，收入很不稳定。所以我做了孙文黑，在孙文黑的支持下，把这个扫把合作社成立起来了。我们进行统一的培训，统一的销售，这样我们每一个学员都能挣到更多的钱。以前我们都是外面可能都是打工，吃80块钱，我们来帮扫把的话嘛，180、190，最多200。哎，韩妈妈，兄弟扫把来了，有没有扫把？哎，韩妈妈的，这还是上次养的，是不是？现在加入合作社以后，每个月挣4500块钱。哎，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，我也非常的高兴。现在合作社经过今年的发展，已经有100多个人了。现在还有一家化妆品公司，和我们合作社合作。我们现在向银行贷了10万块钱的无息贷款。准备扩大我们的生产规模。现在合作社的发展越来越好，我希望更多的农民来到我们合作社，我们大家一起挣钱，争取我们合作社的扫把卖去新疆，卖向全国。